姐，你刚回来啊？你怎么来找我了？我有事跟你说。来来，进去吧。姐，坐吧。渴不渴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不用了。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也好久没来看你了，来看看你。哎，还能怎么样？老样子呗。你也真是的，你多久没回家了？回家？哦。工作忙，没空回去。再说了，我回去干什么呀？看你这话说的，那不管怎么样也是你家呀，你不得回去看看呀？哎呀，行了，姐，我这都出来好几年了，在外面啊，一个人也生活惯了。哎，孙芒，我知道，因为要钱的事儿，你跟家里置气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一次也是妈。我就知道是妈让你来的，对吧？对，这一次确实是妈让我过来的。这妈真行啊，这我换了手机号，她打电话打不通，还让你亲自过来找我要钱，对吧？不是的。得了，不是什么不是啊，你说我这出来多长时间了？有5-6年了吧。每一次逢年过节，咱妈都给我打电话。打电话干什么呀？不是说想我了，是让我给他寄钱，把钱给他打回去。这就不说了，这逢年过节的也就算了。更可气的是，这家里买个什么小家电，置办一个什么新物件，也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给他打钱。姐，你说说，咱妈怎么能这样呢？是，我是他儿子，这家里有个什么事儿，我也应该管，应该问。但是你知道不知道，姐，我一个人在外面工作，我也不容易啊。我一个月工资也就挣个6000块钱左右，你知道咱妈生活费一个月需要让我给她打多少吗？啊，需要我给她打3000，就是一半呀。我到现在还是在这个租的房子里住，你说咱妈总考虑她自己，她怎么就不考虑考虑我呀？我都快30的人了，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呢。为什么没有？就是因为我没钱，他把我的钱都给要走了，我哪有钱去谈女朋友啊？每个月发了工资，我先给他打生活费，还要交房租，我还有钱吗？这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。孙芒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这可是咱妈。咱妈？你说有这样的妈吗？那别人家的妈对儿子怎么不是这样呢？最近这一个月更是变本加厉，上一次给我打电话说以后生活费要涨一倍，再涨一倍就是6000块钱，我一个月才几千块钱呀。别说，咱们还真聪明。哼，他说他生病了需要花钱，让我给他多打点，要不然病就治不好。姐，你说有这样的妈吗？我看呀，他呀根本就不是妈，就是个吸血鬼，要把我身上的血啊都给吸干吸净。孙芒，咱妈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行了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是什么样的人呀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姐，你就说实话吧，他这次让你过来要多少钱呀？你呀回去就告诉他，不管要多少钱我都不会再给他的，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给他一分钱。孙芒，你说够了没有？她是咱妈，你给她钱赡养她不是应该的吗？还有，这次妈让我来不是来找你要钱的，而且以后她也不会再找你要钱了。是吗？哎，真是太好了，这我以后啊就解脱了。哼，孙芒。行了，姐，你也别再说了，要没什么事你就走吧。行，我走。走之前我有样东西要给你，这张卡是妈让我给你的，你拿着吧。卡？银行卡？他给我卡干什么呀？怎么？
我告诉你，这张卡。兰兰，兰兰，哎妈，你干什么去了呀？妈，我刚才正给你洗衣服呢，怎么了？你给你弟弟打电话，打通没有呀？没有，妈，陈思宝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，可能他正忙着呢。这电话一直打不通，那该怎么办呀？行了，妈，你也别灰心，说不定过两天，郑宝就会回来的。兰兰，我知道你弟弟啊，他不会回来。他恨我，他也不想见我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我们的母亲，这郑宝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孩子，他怎么可能会恨你呢？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他要钱吗？他的电话打不通，他是故意躲着我的。说的也是，妈，你也真是的，我在家里挣着钱呢，咱们也不愁没钱花，你怎么老是给孙宝要钱呀？兰兰，你也知道，这你弟弟小的时候呀，就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不知道省着。妈就想着现在的年轻人呀，年轻气盛，都喜欢花钱。我每个月要是不给他要钱的话，他把他自己挣的钱呀，全部都花了。这如果他把钱都花了，这以后妈要是不在了，他该怎么办呀？妈这样做也是为他以后考虑，才给他要那么多钱的。妈，你也真是的，既然你这么做都是为了孙宝好，你就应该告诉他呀，你瞒着他干什么呀？如果他都知道了，这个钱他还会给我吗？兰兰，我这枕头下面有张卡，你把它拿出来。是这个吗？是，这张卡里是我跟你弟弟要的所有的钱，还有我的积蓄都在里面存着呢。妈希望妈以后不在了，你把这个钱呀都交给你弟弟，让他以后好好生活。妈，你说什么丧气话呢？你的病能看好？兰兰，你别说了，妈的身体妈知道，妈有时想呀，在临走的时候能看上你弟弟一眼，能亲手把这张卡呀交给他。这现在他的电话也打不通，我看我没那个机会了。妈，你就别说话了，好好在这躺着休息吧。我希望你一定要把这张卡交给你弟弟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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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什么？姐，你说，妈，妈不在了。是啊，孙宝，现在你知道妈有多在乎，有多为你着想了吗？本来我没打算过来给你的，可是妈在临终前也没见到你最后一面，这是妈最后让我转交给你的东西，所以我才过来找你的。什么？这么多年，我都误会妈了。是啊，怎么？这里面是妈找你要的所有的钱，还有她自己的积蓄，全部都在这儿。她让我转交给你，现在我也东西给你了。以后我不再是你姐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怎么，这妈都不在了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还有良心吗？姐，我错了，我以为妈只会找我要钱，把我当成赚钱的工具，可是没有想到妈都是为了我考虑的。她怕我在大城市里面乱花钱，所以就把钱给我要的，帮我存着。可是我却不理解她，我还那样说她，我真不是东西。姐，我知道错了。行了，怎么你就别说了，这妈都已经不在了，以后你拿这些钱好好过日子了。
还有，陈妈走的时候，你都没有看到她最后一眼。要不，你跟我一起回去看看她吧。好，走吧。